你跟妈妈商量了，怎么还没吃完？好，妈妈搞了鸡蛋、蒸蛋。多吃点蒸蛋。现在给我家荣华送饭上去哦，鸡肉和鸡蛋。Hello。Hello，Hello，吃饭吃饭啦。我瞅瞅。瞅瞅吃不到，鸡吃不到肉啊。不是太多的。这不多不多，我看看小家伙。依依，依依，刚刚睡着啊？是不是睡得伤好？呵呵，嗯，又睡得伤好。我们喝点茶。嗯。好，去晚了喊我啊。下去烧茶。